二三。点点过来。这样应该好一点。他只能强化到三而已。你去强化了、喔？啊，怎么了吗？因为强化只差那一点点防御就没强化了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花一大堆凯玉哎、欸。可是之后还是要强化。那、啊、你也会换掉吧？我啦。点点怎么来了？别人这边很危险，过来。换成防卫者好。还是想解自由、哦？要解自由也是可以啊。你想解那个吗？力战的那个蒙牛龙。哎、欸，你有拿到力战的蒙牛龙？有啊，自由任务啊，巨角破坏王。他说可以强化体力衣装。哦。你有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又可以增加直升研究所的、欸，可以啊。那就不是啊，另外一个任务，来来来来来，穿上采集装。等一下，我先储存一下这个装备。好。吵死了！旅团，金羊的应该就。采集装吗？嗯，好，等一下。睡觉挂着，好，拜，嘿。
怎么了？没我有先没进有，去啊。你先进去啊。好了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在。采集装啊，安处。哎，其实还不错看，就是。什么任务啊？踩那个琥珀。哦。偷看音乐在干嘛？哎，对哦，五属五属爆破算是五属。爆破就算爆破属性啊。感觉应该也是。好，你在哪？我在准备下来，顺便采集个。还是看不到你。有吗？你的大地琥珀有加吗？有啊。好好好，有就好。对吧、啊？这人多比较好。哦，去接班啊！在哪里？这边踩一下痕迹，前面那啥，奥龙烟龙。哦，睡龙。碎了，好小只哦！哪里啊？那个啊，16号营地下来啊！我在这边挖琥珀啊！哦，碎了，我的爆破痕迹。干嘛？你有没有看到我？想干嘛？好多痕迹啊！碎了。哎、欸，这怎么那么小啊？对不对？碎龙很小只哦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别吼了，别吼了。至少比我们打的那只还小。哇，都可以踩痕迹了。啊，忙啊！猫咪，别看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你在砍的、啊，你采集一下，狙击也忙啊！哎、欸，爆破痕迹在哪里？里面一点还有。我知道，我要找那个爆破痕迹，找到。找到了。Hello， 好，结束了。对啊，就是这任务人多比较好啊。哦，这种光彩还不错看。啊，没有钉。可是有些武器，碎龙武器还不错。好看吗？啊，还不错看。直升这是上升，上升。啊咻！亜種の急激な活発化再び。接下来要直接开打下一个区域。
压中，捕获碎龙，傻眼。啊？那个直升的叫捕获碎龙。走啊！剁死他！干嘛喽？还不能宰他。接吗？我接啊，不然你接吗？也是哦。看一下哦。又是增加直升研究的栏位哦。你有回吗？啊？直升研究的。回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16号营地哦。好，等我下。等一下，我先吃饭。你先去吧。哦，先进去好了。秘诀就在可进。好。16号。免费的人影，真不严。什么书被丢包了？哎呀，矿脉！可恶！先开育三颗，四个，哦，四个。猫咪救我！不是啊，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被蚊子咬。哦。可以，你可以先走了。可以。对，这是斩龙哎，怎么那么小只？哦，暴锤龙，那个，他家下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。嗯。撞了吗？撞过了。那还可以再撞一次。有两个掉落物哦，在路口。起飞。哦，能落的都落了。啊！我没有装空弹。
好。倒啊！哦，还是笛子的猫猫比较好，不会晕了。这主机真的是很好看，对呀。前面有粘的主机耶，你不去捡哦？我要叫他去捡啊！啊，少一个。我就去大便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走。到，快速，还是早点。嗯。哎，好啦，知道，我看得到了啦，不要再来啦。哎，我被炸飞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布。解套嘞？怎么解套？这好像没有解套。我来。啊，下来。哎，还要跑。好，大姐去。骂他吧！这地方可以撞得到。对啊。啊，他倒了。嗯。还有一个全程。啊！放。撒回集成妈的！
可以帮那个吗？啊？太后，你又来了。就他们的脚都太小，打不到啊！刚也狂在门咬脚，哎、欸，倒了。好，尽量。没关系啊，没有就算了，我就攻别边。对啊，都用到尾巴跟背啊。阿雷，到底？没有脚的地方啊！叛逆奇怪。还有个石头，哦靠北！啊有，我看到石头。哇哇哇哇哇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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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怎么没有倒？还晃，不过他晃眼。走，该倒了吧？
在跳。不是。差点，啊，没中，噔，哇！让我晋升的。啊！要刷开，要刷开！有陷阱！结束。哦，回避手势。哦，手势回避啊，不错。哎，跟我一样哎。没有，我说我是看到你的。哦，我的。我的是姿势。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使用肥料。啊，又可以多种一格哎！栽培可以四格哎！哎，真的。我再加一个钱。那就再加。哇，种什么？都种很满。勤务多少？先领一个，那还要打啥？等一下哦，我在想我要种什么。辣椒，洛阳的草，洛阳的花到底是啥？我记得，没有忘记，有洛阳。那个是弄那个生命大粉尘。大粉尘哦，哇，那来种这个好了。对，要种。就是那个好像只能带四个吧。还行，大于两个而已。两个而已，我说那个备药了。哦，草哦，就加起来六个。哦，洛阳草在哪里？看到。哥主，你说是哪一个、啊？草类的啊，洛阳草的花，在辣椒下面。但我没有，为什么？你有解过他、哦？没有吧？可能他在那个洞土那边捡得到。洞土。对啊。自由。
啊，那个雷奈斯打到哪了？刚打完双翼风飘。哦，那你跟我们一样的吧？奈斯我也刚打完。这么强的炮弹。马才十三，你这边也刚刚把那个双飘龙干掉而已。好鲁猪的，所以在你们是打碎龙那些吧，是吗？还是碎龙你们打过？碎龙打完。哦，再来就是碎龙打完了，要打那个嘛，凶爪跟流斩。雷二哎，我感哎炎贼龙的心情哎，原来是这个炎贼龙的心情。雷二啊，是雷二没错。哦。哎，那个教主，你看这个。哪个？有这套吗？你在哪里？那我，没有，我要准备贴了，我要贴那个小猪。对，你还没摸猪，猪在哪里？你看这个，为什么？这不是 mod 吗？不是，这不是 mod， 他送的。不是哦，怎么来的？我在以为那时候摸他，他就送我一个什么连 Z 龙的心情，我以为是就是拿到什么东西。把它抱起来之后，他会去那个旁边挖东西，之后就会挖出这个。哦，走，带你去挖东西。哦、这布我超那个别致的。你在哪放下去的？当初是在那个星城，那个你常常带他去挖那个地方。那個、星城卖东西啊？所以月城没有啊？不知道、欸，我那时候记得我是在星城挖的，那个卖道具伤痕的他附近那边。我想说这是什么心情？以为是因为是什么触发条件？就是衣服。嗯。来摸摸它，把它的。找到了。陪他们打吗？还是我们推我们的路线？都可以啊。因为再來就是我们都一样了、啊，打完雷二龙就要打流斩，凶爪。流斩，凶爪，哎，都是压轴。我说被也升级好了，我看看可能他们要升级一下装备。好啊，我要去装真弹，我差点忘记了。生产少一个皮的伤害啊！抓准时机，成功的话，一定时间内提升攻击力。变金婆婆，你在哪里嘞？哦，在这。